遇到喜欢口吐芬芳的敌人，我们该怎么做？那必然是……我听到了。你干嘛？我投眼投眼。我从，对，我从杨通去西楼了。咋了呀？我从杨通去西楼了，后边。我在一楼中段。OK， 懂，知道。他们还在正门吗？掉了。我到205门口了，还在吗？破洞也来人了。哦呦，嘎嘎多的吧？人太多了，正门太多了。哇，破洞，这个开麦好像是挂哦。掉一个，我打掉一个，中拳打掉一个。观察位置。这门还有，打掉三个，我没子弹了。你在哪儿？中段是你吗？对，中段是我，中段是我。那敌人，那个敌人。破洞。他骂我。你没死吧？没死，他打到我头了。我在你左手，连着敌人。我知道。哪里？哟，你在哪里？他就来了，要炸我。好像掉了我。你后面是我。我死了。他骂人。呀！哎呀，这么猛啊！中午还有。我不知道杀几个，应该是杀五个还是四个？一个是你，两个。我现在不拍，有你两个是你杀的。你去收 A 装备，把先给他俩买装备，快。我就是过来给他买装备的。别一会儿来人了，快。买在里面的话。我出去买东西去了。叫你，你慢点。我买流氓的装备，你把 A 的装备，等会儿有大包吗？有大包。等会儿我见有个雪花包的，我 A 装备，把他的甲和枪给我，我来买吧。买好了，买哪儿了？地下。哎 ，A 装备随缘嘛。OK 了，咱可以就可以活三个队友。你来找吧，你但凡能找到算你厉害。嗯、我送装备去了，不错了。你在哪？东西。狗牌留一下啊。狗牌留一下，我东给你，等我就给你穿个绿你。还有没有吗？没有了吗？一个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像是延迟吧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怎么还有两个？我发给你，我发给你，来，你丢地上了，自己捡。嗯。我有一次和队友玩，跳下去看着三个，然后被三个激活死了。对呀，就不能人太多了，我就不敢跳了呀。我 VSS 要是个六十发弹鼓，我真敢跳。我操，真想装一波。哎，负五的包拿走。你说他搁那儿打枪，跟你有啥关系吧？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。我给你打了。哎，西班牙家，土蛋子的，土蛮子的，西班牙的，西班牙的，我搞到过去，搞到过去，他不是那西班牙的，干嘛的呀？